吓人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我看你目前他没粉啊，目前我现在买行吗？我原以为的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多你来一下，那个他别搞了。你把老外圈给我，你老兄弟，上吧。保康力啊！老外都喝咖啡吧？今天没喝咖啡，出门太急。你的表呢？放下，那遇到坐骑代表就上街了，是吧？套起来，伤不起，赶紧不带了，我操！感觉轻松跑了，回家了。七点多钟的飞机，你到动车吗？高总，回家了。副中间，我上次那啥，你跟邓威在那啥，在那个浙江的。哎，我看。先不蒸，真的？哎，晚点吃。还没热是吧？上网还开了吗？哎，这是自主。我上网不行，我操！130度，130度，进去烫的，我们脸都疼我了。五分钟不到就烫了。他以为跟你一样的，这个胸上教的好，他出来了，先出来了，对，说架子可能不难受。那时候在宁波的时候，他们俩关着门，偷偷在练，关着门，他教你，你不肯学我。可以可以。
好问题。八十啊！八十啊！三十九啊！啊？三十九啊？洗个澡，屋里头坐班车吗？咱们一般都五点吧。嗯。你们去日照吗？啊？日照。不去日照哎。你都不去了？都不去。你睡的？我直接回家。你睡的？一起啊。啊，咱们出去走。你的去哪？还不去知道吧？哎，都不去、啊，就是主任不去，我们都不去。不是，我去什么呀？我们去完之后，他听说那边有疫情。北京还有疫情呢？你这都回不来了，照的好，就跟走路。对呀、啊。都走了。多少钱？报买票了，我跟你一起走。走呢？对。今天今天走。星期天，为什么星期天？那是工作日。我哪知道？那是工作日看星期天，星期六晚上。我按规矩来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跟我们去了？带徒弟了我。可以啊，这不像是八十五十的，这九十的十了。九十没翻肯定可以。还有个办法，来来一把，来一把。啊，大片，大片呀，放酒。大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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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片。加上就你搞半天了，你没搞下头。你一定要把那个烟瘾，这肯定停不下。给你录个视频。给大家录个视频。哇，这么狠啊！没呀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还要狠？把你这个视频剪到明天那个大屏幕上去，我有训练。对啊，林哥，明天把你这个……明天把我放是吧？放没有，都不好好练。还录着呢，翻起来小不挑吧？不要紧张，我站在后面，你保护一下。这会被砸死。我给你来一口，我操，能把它挺起来。腰带别拿去，你这个腰带有用吗？搞腰带？嗯，我操，现在腰带不行吧？你知道吗？全都腰搞废了。那边有个新腰带呢，我问你，让它一次给两次，还是我们运动员认真了啊？哎呀，我操！一次给他要，反而比我要还狠些。前面呢，做的还好，给你说，既要保住面子，面子。以前呢，我要去。差没吧？没怎么着，没啥。像我们这种，现在就要把程序能往我们这边转的。别人都喊出来，我靠！我去，操！干他！再来！我先，赶紧说，操！声音气死！哎呦我操！可以，我再翻翻我。有数据。我操！可以啊。我坐这里什么也没说，绿毛哥，绿毛哥。你算了，你就今天这个视频好好剪一下，好好剪。今天我去下午第一辆是五点吧？五点。咱们干五点的，好不容易改一次。算几点？这个。
个视角跟哪个？重心是直的，差点丢了我是吧？你现在差点丢了，行，看了都不行。抓住还来，对，来篮球，来篮球，对，脚好多了，对，他脚完了也，可以，可以，这种情况赶快得整个上篮了，这范迪这种没什么毛病啊，这脚老高那个啥，他鞋还可以吧？那范迪已经超过他们好几个人了。确实还可以，这得到的你小爷们的肯定。我要把我这些练给你的话，你可能觉得。你好久没练了，没你事儿。你力量整成大子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了，我丢人了，羞辱我。你那天和你们干石头了，我说你。那你坚持搞一个一百公斤估计不大，这块。练练硬拉，练练腰。那个蹲腿啊。